家里少了个男人呐，真的是差多了。以前有你哥在，不论什么事，妈身边，至少还多个人能拿主意的。别的不说了，少了你哥那份打鱼的收入啊，光靠那一小块旱地，妈是担心。哎呀，这以后的日子，咱们母女俩该怎么办呢？既然这样。 那你为什么非得把嫂子赶走呢？不许你提那个败德的女人，这岛上捉兵的，又不是我们家一户，别人家能过我们家一样能过啊。可这世世代代，我们王家女人有哪一个不是重女德、恪守名节的？她走了好，省得坏了我们王家的名声。 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睡吧。明天一早，我陪你一块下地。哦，嫂子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妈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就别生气了。嫂子，外面冷，有什么话进屋再说啊。不许你进我们王家半步啊！ 你要敢进来，我立刻就走。妈，你给我回房睡觉去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让他进来，我连你一块赶走。妈，快去啊！ 你想想，发生这种事，孩子们什么时候能回来？谁说的准呢？再说了，家里多个帮手也是好事，更何况淑萍现在是有身孕的人，让她一个人在外面，这……我最容不下的就是她肚子里那个野种。金水妈，别说你是淑萍的婆婆，我也是做人家公公的，我家里也有个媳妇儿得教。你想想，如果村里哪个女人真的出了这种丑事， 我童艳斌头一个就不答应。可问题你想过没有？这个问题还没搞清楚，万一哪一天金水回来了，说孩子是他的，你该怎么办呢？是啊，你就金水这么一个儿子，这不单是淑萍的名节，还攸关你们王家的香火呢。你要多想一想。是啊。这是干什么呢？你们夫妻俩轮着帮他说话呀？ 那女人是个害死人不偿命的白虎心，你当她宝啊？那你们捧回去供着呀。你，金水妈，你这样说就不够意思了。好，就算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啊！你们家的事啊，我以后也不管了，行了吧？老婆子，啊，走了。啊，这。 童老伯，童老伯，哎，淑萍啊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们家的事啊，我管不了。童老伯，我想再请您帮我个忙，请您帮我把岛上的姐妹们都召集到妈祖庙，我有话要说。 我求求您了，童老伯，再帮我这一次吧。
应我留下了，你不替我高兴吗？虽然说生孩子必须要十月怀胎，可是这种事谁说得准呢？嫂子发这样的毒誓是不是太冒险了？我不把话说绝，妈能相信我？那万一要是早产了怎么办呢？不会的。我问心无愧，天地良心，我相信大慈大悲的妈祖婆绝对不会捉弄我的。淑萍，洗衣服呢？芬芳姐，你们干嘛去啊？淑萍姐早。早。我们看今天天气不错，想到海边去挖点野牡蛎，说不定啊到集市上还能换点大白米呢。能换白米啊？嗯，那我也去。哎，你怎么能去啊？海水这么凉，你一个孕妇不能下水的。我没那么娇贵，你们到前面等我，我马上出来啊。哎，秋娟，走。哦，王妈。王妈好。你们去海边啊？想去海边挖一些野牡蛎。妈，咱们家也好久没有吃过白米了。您不是总吃番薯芋头肚子胀气吗？我跟芬芳姐他们一块去海边，运气好的话晚上就能喝上白米粥了。那儿浪大，自个儿小心点。
前真的能吃上大白米了。哪儿的话，我这要谢谢你们呢，有你们带着我。淑萍姐、芬芳姐，我才要谢谢你们呢。这段时间要不是有芬芳姐陪着我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呢。秋娟说的对，我们姐妹间就属芬芳姐最坚强，上有公婆，孩子又这么小，还总是替我们姐妹们操心。我可没你说的那么好啊，我呀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。芬芳姐，嗯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什么呀？说呀。自从岛上的男人们都走了以后，我就没有见你哭过，你难道不想咏春歌吗？秋娟啊，没事的，咱们都是好姐妹，没有什么话不可以问不可以说的。嗯，你怎么知道我没哭过呀？可是哭也没有用啊，哭也不能改变咏春不在的事实。既然碰上了，总得去面对，你们说是不是？牡蛎啊，既然来了就一块剥吧，待会儿我们要到集市上去换白米。真的？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来吧来吧。你没发现这儿好大一股骚味吗？咱们走。哎呀，阿豪，人家都说了一起包的，你走不走嘛？走。哎哎，阿豪，走啊。淑萍啊，你可千万别介意啊，你刚刚来这儿还不太了解这里的情况。其实阿好啊，她也是个苦命的女人。她丈夫啊，吃喝嫖赌样样都来，没事儿啊还老拿她出气打她。同样是没有男人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总算是有个盼头。可阿好啊，其实什么都没有。既然大家都命苦，那他为什么这样对淑萍姐呢？秋娟啊，别说话了，赶快吧，我们还得去集市上呢啊。哦。你看这个好大。嗯。你看，成龙，你往那边走。淑萍姐，淑萍姐，嗯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这里好像是没有人住，要不我们先在这里住下来吧。嗯，好的，阿姨。什么意思？你们是想在这住下了？我儿子就是让你丈夫给抓走的，你现在还想强占民房啊？我告诉你，解放军的灯倒了，由不得你在这里作威作福的。对不起啊，
孩子，孩子坚持要在岛上等他爹，我真不知道这房子是你们的。哎呦，老头子，算了吧，反正这房子也不是我们的，前任屋主也不知道搬哪去了，他又带着个孩子，就让他住吧。啊，童老伯，童老伯，您忘了，今天是咏春哥跟金水走后满三个月，您不是说带我们到海边去见海吗？是啊，这么重要的事我能忘吗？既然没忘，那咱们就赶紧去吧，别耽误了时辰。我告诉你，你们俩没事，不许进村去，听见了没有？好了，走吧，走吧。你们就放心在这住下吧，这离村子远，很少人会来这儿的。
说什么呀你？公的母的又无所谓，反正我又不指着他下蛋。那我就更不懂了嘛。你呀，你就别管那么多，干你的活去吧。过来，我叫你过来，听见没有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过过过过过过，快过来。妈，又在弄这只鸡呀？他老乱跑。待会儿芬芳姐他们过来剥花生，我先回屋了。好。差不多了，到时候鸡就能派上用场了。阿姨，您要的送给我捡回来了。阿姨快生了，那怎么办啊？你去村子里找人来帮忙。去村里？你别怕，你记得我们当初在庙里救过的那个阿姨吗？记得。很好，我们救过她，她不会不管我们的。你快去啊！阿姨，你别管我，快去，快去啊！朱娟，最近家里还好吗？啊，婆婆身体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有什么事情你来找我们，我们去帮忙。就是，别老一个人在家闷着啊。听姐的，慢点。你现在啊，可不能再像之前那样了，什么活都抢着干。哎呀，我来吧。啊，没事儿，还有一两个月呢。你看我就像没事儿的人一样。咱们呢，可不逞这种强，当心动了胎气。芬芳姐这话说的对，我妈呀，也一天到晚私底下啰嗦我，让我盯着嫂子，别让她累着了。真的。谢谢妈。放开他！走吧，走吧，我求求你，阿姨，
救过我。许淑萍，你别动鼻子上梁，你开门试试，你去了就别回来。妈，那孩子怎么没事了？我去看看啊。小玉，你。我跟你去。你还傻愣着干什么呀？快！是我做的不对，我不该为了自己见死不救。哼，我家就这一只鸡了，这是我给你阿姨炖的鸡汤，她刚生完孩子，让她去补一补啊。我才不要呢。哼，巧柔，我记得你叫巧柔对吧？我心里已经很不好受了，你就别拒绝我了，我不能出来太久，不然家人会发现的。把你的汤拿走，我们不稀罕。我把汤放在这儿，记得让你阿姨喝。把汤拿走，我们不稀罕。你把它拿走呀！哎，你回来！你把它拿走，我们不稀罕。你回来呀！把它拿走。回来。巧柔啊，阿姨，阿姨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才那个女人送来一锅鸡汤，我们不稀罕。你看，巧柔说的对，我们不稀罕。明天阿姨就把鸡汤还给她。怎么了？鸡不见了。就是啊，找不到那只鸡了，费了好几个月才养大的，怎么不见了？咕咕咕！是不是昨天夜里让狗给叼走了？不可能啊，昨晚我是亲手拴的鸡笼子，除非有人故意把它给放走了。淑萍，啊，是不是你啊？怎么会是我呢？不是你，你紧张干什么呀？啊，妈，他有可能跑到隔壁邻居家了，我去替您找。
还你鸡汤。这么大的礼，我可受不起。什么？这鸡汤？徐淑萍，你知道我养这只鸡是做什么用的吗？我是背着给你坐月子用的。你居然把鸡宰了送给了这个女人，你想活活气死我呀？妈，妈，我不知道，您别生气，是我不好，辜负您对我的关心，我错了吗？妈，松开！妈，妈，淑萍，淑萍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了？哎呀，别干了，去休息一会儿吧，啊。慢点啊！哎，小心点，来，坐这儿，小心啊！我说你呀，你逞什么能啊你？这肚子都这么大了，八个月了，这当心孩子出了事儿怎么办呢？芬芳姐，你太紧张了，我没事儿，我歇会儿就好了。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好，你主意怎么就这么大呢？就说那锅鸡汤吧。我们花了这么多心思，好不容易让王妈对你好一点，可你倒好，把这事给办的。芬芳姐，我真不知道那是我婆婆心意，不然我不会那么做的嘛。行了，你呀，安安生生的把肚子里的孩子给养好了，听见没？这说归说，其实啊，任何人都看得出来，你们家婆婆对你这肚子里的孩子啊，还是挺在意的。对了，芬芳姐，你生孩子之前有没有什么征兆啊？征兆？嗯，就是快生的前几天，你就会觉得这肚子吧，就是使劲的往下坠的感觉，往下坠。怎么了？啊，你有这感觉了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就随便问一下，我这才八个月呢，你可别忘了，我在妈祖婆面前发过重誓的。我这孩子一定会足足十个月生的。你别那么看我呀，我真没事儿。真没事儿吧？嗯，没事儿就好。大夫你好。啊，大夫好。好好好。大夫来给秋娟看病了。秋娟的病啊，好一天坏一天的。昨天晚上啊，又满村子的找赛顺呢。哦，芬芳姐，我去看看他。你行吗？行的。哎呀，你慢点儿，当心点儿。你走的时候当心肚子的孩子啊，慢点走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啊，啊。你想问林家媳妇的病情吧？她这事儿不能怪我，她的病只能控制，想断根难呐。不是大夫，我想请您给我开个方子。什么毛病？我想安胎。安胎？你起码有七八个月了，孩子已经很稳定了，还用安胎吗？我这两天肚子老往下沉，我怕要早产。那你起码也得让我号号脉吧。好吧，去您诊所吧。走吧。啊。
嫂子，嫂子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嫂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啊，昨天田里的活还没干完，我爸去晚了，芬芳姐抢着干了。嫂子，你脸色不好，还是别去了。没事儿。妈，嗯，我下地干活去了。哎，妈，妈，看嫂子那样，好像有点不对劲啊。你煎药了？啊，没有啊。你跟着嫂子后头去看看。哦。小子，王妈，恭喜你啊，抱孙子了。这孩子啊也生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啊。许淑萍，妈，话是你自己说的，明儿一早你就带着孩子走。
总以为我阿好命苦。我家不争气的那口子，一直一天到晚吃喝嫖赌，样样都来。现在男人走了，也没那种事儿了。我倒是无所谓，哪像你们呢，成天愁眉苦脸的，跟天塌下来似的。哎，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是在劝你呢。没有男人，咱就不活了。说不定啊，那些男人在别的地方抱着别的女人逍遥呢，我们不知道。阿好，哎，你还别不信呢。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。哎呀，出大事了。什么事儿啊？王家的媳妇儿啊，生孩子了。生了就生了呀，她又没请你喝满月酒。你怎么不记得了？这孩子不是提早出来了吗？那能是金水的？哎，对呀，足足差了两个月呢。哎，那王家老太婆那么厉害，那不把许淑萍给吃了？哎呀，可不是嘛。走，看看去。啊，你怕什么呀？你忘了当初他发毒誓的时候，咱俩可是见证人呐。是啊，哎，走走走走。哎，你不去啊？哦，我不去，你们去吧。不去拉倒，走走。嫂子，你别走，孩子还发烧呢。都怪嫂子自己，当初把话说绝了。嫂子，现在先别说这些了，我们先找大夫啊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让你这么小的年纪，跟着我受这么大的罪。快点快点。哎，这里边静悄悄的，你看这王妈坐着还挺沉得住气的。是啊。哎，你确定淑萍真的生了孩子？我确定，绝对生了。说变就变了哈，王妈，我们听说你媳妇生了，来给你道喜的。对，给您道喜的。道喜，王妈，把你孙子抱出来，我们瞧瞧。你的亲孙子来了，妈，我在马总统面前发过重誓，我必须说到做到。可我对金水也有过承诺，我答应他，要替他好好守住这个家。说完了，说完了，可以走了。
回。嫂子，我们回去吧。嫂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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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嫂子。妈，您看。这孩子就是孩子，你退烧啊就睡得安稳多了。孩子才刚出事，千万不能让他再吹风了，赶紧把孩子抱进去。哦。妈，您就不看一眼你的金孙子啊？我不看。妈，妈，你就看一眼嘛，可好玩了。不看不看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妈，来来来。分着吃，讨个吉利吧。
这几天秋娟又不太对劲儿，咱们去看看吧，看能帮上什么忙。好，秀玉，照顾孩子。嗯。妈，走。三顺，三顺，秋娟。你刚出月子，你在这待着啊！秋娟，秋娟，秋娟，你回来吧，再说。秋娟，你不能这样！秋娟，秋娟，秋娟，你这孩子，妈，你怎么做傻事啊，秋娟？我再说，吓死妈了！就算这样，也不能去寻短见呐！是啊，再说不管我了。舅舅，淑萍嫁到小岛后的第六年，岛上女人的命运仿佛永远被囚禁在男人被掳走的那一日，除了漫无止境的等待，还是漫无止境的等待。受到姐妹们的推举，淑萍成了村里的妇女主任，芬芳则一如往昔地干着重活，守着年迈的公婆与稚子，守着丈夫遗留下来的家。至于可怜的林家婆媳，林皇氏总是长跪在妈祖庙里，寄望着大妈二妈能早日将独子送还给他。渐渐的，这个村子有了一个新地名，大伙儿都喊这是寡妇村。讽刺的是，寡妇村里的每一个女人都坚信着他们的男人没有死，而是在海平线外的那一端。徐主任，不管是说一千还是道一万，我这初来乍到的，以后村里的工作还得多仰仗你呢，啊！谢村长，您太客气了，叫我淑萍就好了。哎呀，这往后村里的事儿啊，还得听您指示。哎，你也是知道的，我是刚调过来的。别说是女人能够撑起半边天，更何况我们村里多半都是女同志。总之，不管是刚成立的生产队，或是海防的女兵队，还得靠你这妇女主任打头阵，才能把工作抓紧啊。您就放心吧，我会尽力的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之前你跟县里申请了一名扫盲班的老师，人员已经指派下来了，下午就来报到。这么快啊？嗯，太好了，这样以后村里的姐妹们就能多试点字了，对我们以后推展工作也很有帮助。你下午有事吗？有空的话我们一块儿去接一接。我现在要去隔壁村开会。这样吧，我下午尽量早点赶回来。那好，你先忙你的，我自己出去接。好，走。好。宋老师，我代表村委会欢迎你。谢谢你，村长。感谢党的教育。我是一个犯过那么大错误的人，
想不到党还是愿意给我一次新的机会。嗯，知错能改，那就是好事，啊！哎，来，坐。村长，谢谢。嗯，坐吧。我看过你的档案，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啊。村长，您请说。你不但改了名字，连姓都改了。解放前，我是出生在妓院里的。改造的时候，党把我查出来了。我的生父姓宋，我是费了好大功夫，才把姓给改过来，为的就是挥别过去邱永富时候的荒唐岁月。村长，有件事情我想请您帮个忙。什么事？你说。就是，过去我姓邱的事，您可不可以帮我保留一下？解释起来怪别扭的。行，过去的事，咱们就不提了。一切重新开始。是，村长说的是。啊，来，我带你熟悉一下环境。啊，来。好。我们这个村是个小地方，组织呢也相当的单纯，没有其他的干部。啊，这里是你的办公室。啊，这个位置是我们妇女主任许淑萍的座位。你知道我们村里有多少失学人口吗？我想亲自拜访，鼓励他们参加扫盲班。啊，那没问题。之前书评整理过的，我给你找找。啊，谢谢。王小柔，王小柔，你给我下来，危险！下来，听见没？我偏不！你都多大了，还这么皮？赶明儿啊上学校，看老师怎么治你。我才不怕老师呢，而且我也不想上学，我想加入解放军去救我爸。想参加解放军，更应该读书识字。你是哪根葱啊，王小荣？我是村里新来报道的扫盲班老师。看见没？学校老师来了，还不赶紧下来？你可能误会了，扫盲班不教小孩子，专教像您这种想读书识字的大人。我？啊，是啊。嗯，你叫王秀玉是吧？嗯。名册上有你的名字，你一定很想读书识字吧？那得多少学费啊？不用学费，来上课的人得轮流帮我准备个饭盒就行了。你骗小孩呢？那么大学问当老师的人，还要混我姑一顿饭？不许胡说八道。没关系，小孩子嘛。要不这样吧，明天你也来试试，看看我真是有学问呢，还是来混饭的。哼。其实啊，饭盒不重要，最要紧的是你可以读书识字。小荣，你招呼老师郭静静倒杯水。好东西，你，王小柔，不好意思啊，看我不收拾你。谢谢。小柔，小玉，妈，你回来了。我嫂子回来了，您先喝茶啊。哦，好。妈，我来帮你。那么好啊，你，嫂子。这什么东西啊，这么沉！地上翻的花生。哎呀，你走开，别帮忙。行了，我跟你姑姑拿就行了。嫂子，这孩子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来了一个什么扫盲班的老师，
还说要教我读书写字呢。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，说好跟村长一块接的，我居然给忘了。人呢？就在那边。啊，我去打招呼啊。嗯。啊，人呢？刚刚还在这儿的。大哥去别家宣传了吧？没事儿，反正人来了，改天还能见他。妈呢？上午就出去了，我还给他带了吃的呢，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哇，有鱼！没规矩。妈，这是今天姐妹们在海边捕的，都是一些女人，这渔网怎么也撒不远，忙活了一下午啊。每户分下来就这么一条鱼，那些山板在那儿停那么久了，不早就让台风给刮坏了吗？是啊，求了童老伯半天，才答应带着姐妹们修好了其中的一艘。本来他还坚持不让女人家上船呢。嫂子，姐妹们毕竟都是女人，出海打鱼太危险了。要不然怎么办呢？现在虽然成立了生产队，大家一起干活，可这岛上总共就那些旱田，出海打鱼虽然有危险，可日子还得往下过呀。看我啰嗦了半天，妈，快，你先吃鱼。哎呀，这说出去谁信呢？明明就住在海边，可男人走了，想吃条鱼那么难。好不容易有条鱼，还是让孩子开开荤吧。小荣，这给你吃，当心鱼刺啊。吃鱼啊才会长个子。过两天你爸回来了，见小荣长这么大肯定很开心。奶奶骗人，每次说过两天过两天，爸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奶奶这次不骗人，马上又该去海边祭海了，到时候小荣啊，你就使劲喊爸爸，你爸听见了肯定很快就能回家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。吃饭吧，不吃菜都凉了。妈，下午您不在的时候，扫盲班的先生来过了。扫盲班的先生？哦，这扫盲班啊，是我向县里申请的，来教岛上的姐妹读书识字。妈，我可不可以也去跟扫盲班的先生读书啊？你一个女孩子家，跟人家读什么书啊？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还是趁早找个好人家嫁了才是正事儿。妈，嫂子，妈，有机会让秀玉识字儿也不是坏事儿啊。就是啊，妈，你没听嫂子说吗？那个扫盲班的老师是他特意从县里申请来的。嫂子是干部，咱们家还不得做领头羊啊。妈，您就让秀玉去吧，就算支持我工作了。妈，你就让我去嘛。
我见我嫂子签名的时候写过的，是我嫂子淑萍的萍。怎么了，老师？不对吗？啊，没事没事。是啊，秀玉，你记性真好。这个字呢，就是徐主任许淑萍的萍字。那我可以照着写写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来。秀玉，你拿笔的姿势不对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拿笔。秀玉，我看，我还是写一次给你看吧。哦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拿笔呢，手要直。嗯。胳膊肘呢要悬空。落笔的时候呢。秋月，嗯，有件事情想请教你。昨天我拿着名册挨家挨户的去拜访了一个下午，我发现岛上的居民好像对扫盲班不大感兴趣，甚至有些大姐不肯给我开门呢。你知道几年前村里的男人都被抓了壮丁吗？我知道，所以外人都叫这里寡妇村吗？嗯。岛上的姐妹们独立撑起一个家不容易，您一个陌生男人突然出现在村里，这瓜田李下的还是要避嫌的嘛。可是我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机会到这里来教书，这个扫盲班的成效好坏关系到我的工作考核。这样吧，找机会我去跟姐妹们说说，有个熟人引荐，这个宣传效果应该会好很多。秀玉愿意帮忙，那真是太好了。阿强嫂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去扫盲班跟老师读书啊？老师人可好了，我第一天上课他就送给我一支笔呢。秀玉啊，你就别开我的玩笑了，阿秋妮啊能拿得动筷子就好了，还拿笔。这读书认字啊，你们年轻人去吧。芳芳姐，
要不你跟我一块去吧。秀玉啊，我就别去了吧。我公婆年纪大了，孩子又小，我还是在生产队多攒些工时才是正事儿。秀玉，我就不去了啊。灵妈，灵妈，要不你让秋娟姐跟我一块去吧，我帮你照顾秋娟姐。真的，有我照顾她，你上工劳动也可以放心了。好吧，那秋娟就多麻烦秀玉了。太好了，宋老师又多了一个学生。美珠，哎，你可不要找我们，我们俩可没那闲工夫。我说这个许淑萍也真是的，现在日子都过不下去了，还请什么老师来上课？哎，还请个男的，这俗话说，寡妇门前是非多呀。就是，不说好啊，什么寡妇不寡妇的，我们家永春过几天就会回来的。行行行，算我一时心直口快，你们家的那口子很快就回来了，到时候我到你们家喝喜酒啊。你。燕子，哎，你有没有空啊？跟我一块去啊。我还是算了吧。宋老师，啊，你来打水啊。啊，秀玉你好。哎，秀玉啊，这就是给我们上课的宋老师啊。对呀，他就是扫盲班的宋老师。啊，那我明天也去上课吧。啊，好啊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刚才不是还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吗？哎呀，刚才是刚才，你没看见这个宋老师长得一表人才的吗？宋老师，我叫阿好，我明天就来上课啊。啊，好。小妹妹你好。你是谁啊？你们家大人在吗？妈，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妈，你看。大姐你好，我是村里新来的扫盲班老师。老师？妈妈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孩子从小怕生。不要紧的。我只是想照着名册上的确认一下府上是不是有人愿意读书。可惜你家里这孩子太小了，我们扫盲班只收大人，冒昧了，再见。哎，你等等，我还有一个女儿呢。巧柔，快出来。哎，妈，来，怎么了？快，这是我女儿，都十五了，可是还没有入学呢。还没入学。我爸是国民党的军官，人家不让我上学。老师，这孩子很想上学，你们还有其他的限制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只要是真心想读书的我们都收，而且我们不收学费。啊，是吗？真的？巧柔，你不是一直很想上学吗？快向老师鞠个躬。谢谢老师。啊，好好好，那明儿来学堂我们正式上课。那好，我先走了。太好了，妈，我可以上学了。宋老师。我是村委会的徐主任，宋老师，宋老师在家吗？我是许淑萍，特意来看你的。
奇怪了，灯都亮着，大半夜去哪儿了？